当陆根福打开店铺的卷帘门时，天光刚刚浸透西塘的黑夜，古镇的一切都还沉浸在梦乡之中。20多年来，陆根福一直在古镇上贩卖自家制作的馄饨，如今陆氏小馄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西塘小吃。陆师傅，哎，早，你好。还记得吗？我05年的时候，05年时候来，我还带的，差不多我记得。05年时候，我只看你这个，我桥上拍一次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是吧？您哎，我在桥上我跳。啊，确实这个担子我走过的。对对对对，您还记得是吧？记得的，记得的。卖馄饨。2005年，走遍中国摄制组就用镜头记录下了陆根福早起出摊时的情景。那时的陆根福每天都要挑着馄饨担，从家中走到古镇的这块空地上摆摊叫卖。不多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家用。7年的时间过去后，据说这原本不起眼的陆氏小馄饨成为了西塘最赚钱的生意。陆根福一家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这一切自然得益于西塘旅游的日益火爆。在时代飞速发展的今天，7年的时间足以对西塘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它的变与不变，无疑都在演绎着一个千年古镇今生的传奇。西塘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，地处江苏、浙江、上海三省市交界处，地理位置极为特殊。早在春秋战国时代，西塘就是吴越两国相争的交界地，故也有吴根越角之称。为了今天的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西塘小镇已经静静等待了2000年之久。2500年以前就有这条河了。吴国和越国经常打仗，吴国的大将伍子胥呢，为了跟越国打仗，运粮草、运兵马，就开挖了这条经过西塘的胥塘河。伍子胥不会想到，自己挖建的用于兵戈之争的胥塘河，在2000多年后依然存在。并且成为今天一笔宝贵的遗产。1997年，西塘在古镇保护的基础上对外开放旅游。从那时起，西塘始终坚持着自己独特的发展之路，拒绝外迁居民只留下建筑的躯壳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成为了西塘一句响亮的口号。我们有一句话叫春秋的水，唐宋的镇，明清的建筑，现代的人，哎，这是句话，这把整个西塘镇的历史，这个文化，都概括进去了。让西塘人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们祖祖辈辈生存着的环境，甚至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，在游客们的眼中，竟然都成为了一道道风景。许多像陆根福一样的西塘人也不得不顺应环境的变化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方式。每天清晨，陆根福照例还是要把馄饨担挑到古镇的空地上摆放。啊，这个我能背吗？我能挑吗？能的，能的，就是挑在中间，好的，要挑在中间的。啊，我看一看啊。啊，好的。啊，这里边是可以哈。可以的。重吗？不重的。手要放哪？可以吧？手不要放的，就手拿了这个这个绑，哎。哦。你知道？哎呦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哎呦，不轻啊！你原来就是这些东西。哎，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呀。
你原来要走多远的路？啊，走，有时候走得远，有时候走得不远，不一定的。这是江南地区特有的一种馄饨蛋，过去馄饨客挑着担子沿街叫卖，当人们听到笃笃的敲梆声，就知道有鲜美的馄饨可以吃了。哎呦，挺重的啊！还敲梆子吗？啊，哎，要也是我一直敲的时候嘛，一个梆子的敲敲几下。嗯。这样敲几下的啊？这个是。啊哈。怎么喊来着？啊，就卖馄饨啦，卖小馄饨啊，就是这样子叫的啊。这个馄饨蛋存在的时间比陆根福的年纪还大，从他有记忆起，父亲就挑着馄饨蛋走街串巷。这有个四五十斤吧？哎，四五十斤有时候有还有东西放进去的不止。嗯。哎。看您敲着好像就很随意。不是习惯，不习惯的习惯。哎，对的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一副小小的担子就像今天的快餐车，承载了所有的功能。这里放炉子的煮粉的没有，我挑着走的时候这里下面放炉子的。哦，哎，炉子就放在这里的。这两边放一点柴火，那么这里烧的。哦，这里在这儿烧。哎、啊、哎。哦哦。哦，原来就是挑着担子。哎，挑到哪里？这个要水的，就河板里去打一点。哦，到哪儿，然后到河里打水，直接就用那个水来煮馄饨。哎，对的。那现在不允许了，哦、现在个河水吃不得了，不能吃了。二十多年前，陆根福从父亲的手中接过了馄饨蛋。也曾有过沿河叫卖的经历。古镇旅游开发以后，旅游公司邀请陆根福在古镇经营馄饨摊儿，每月支付200元的工资。经营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当流动的馄饨蛋被摆放在古镇上作为一道风景时，馄饨蛋走街串巷的叫卖声便渐渐远去，幻化成为了许多江南人儿时的记忆。临水的河埠，幽深的弄堂，巧妙的布局铭刻水乡记忆，精致的园林，传神的版画，一生的执着演绎故土情深。请继续收看西塘活色活现。从清晨开始，小小的摊位前游客们便络绎不绝，蒸腾的热气弥散着馄饨的鲜美，更弥散出了一种关于时间的味道。老旧的馄饨蛋是西塘传统生活的一个缩影，吃一碗带着水乡记忆的馄饨，再去欣赏西塘的美景，水乡的曼妙风情便愈发感觉真切了。水乡的生活自然离不开水，在长达千年的演变过程中，水成为了西塘的灵魂。在以水运为主的古代，船是最为实用的交通工具，西塘四通八达的水网使它成为了一个货物流通的中心地带，人们在这里临河筑屋，交换农产品，日子久了便形成了集市，江南的多数集镇就是这样形成的。随着规模的扩大，集市便真正发展成为了镇。但无论如何扩展，建筑与生活的实质都遵循着因水而生的原则。那我看见这种台阶似的，它是每一个人家的码头。这是每人家的自己的河埠，就是我们说码头，货船就停在这个地方，就可以上货，或者是要卖出去的，这可以给卸货，这样。所以西塘又叫水镇，也叫水镇。河流对于商家而言，就如同今天的公路，河埠头就是自家的车库，大大方便了货物运输与人员往来。
如今码头的功能已不复存在，沿河望去，保存完好的河埠头就像一架架古琴，在河的两侧四壁排开，弹奏出来一江清音。有人说，这清凛凛的河水如同西塘人家的血脉，于是将人家与这血脉紧密相连的，就是江南独特的弄堂。这个弄堂呢有好几种，这个呢叫水弄，它的河它通河的，这个小街和那个镇通河联系起来，这个叫水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普通的街弄了。它的那一头呢是通比较大的大街的，这就是组成了古镇的机理。弄堂几乎可以说是江南的代名词，高耸的灰墙夹杂着一条被雨水打湿的青石板路，些许青苔或漫上墙角或生于石缝，延伸出了江南的悠远与神秘。小小的西塘竟然曲折蜿蜒着122条弄堂，毛细血管般将所有人家与水相连。土地面积有限，也要保证弄堂的存在，于是便出现了这只有0.8米宽的石皮弄。这个石皮弄边上的那个墙基啊，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原来的建筑，老的最老的建筑呢，它的地基呢是明代的。哦，这怎么能看出来？因为明代的时候呢，它用的是我们这里的很方便的青石，就是叫石灰石，就是苏州那边生产，由山上采下来的，很方便。那么到了清代以后呢，它这个青石和大清的清谐音，不能任人踩踏，尤其是做台阶的话不可以的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墙基那个房子差不多寿命已经差不多了，要重修或者重盖，那么在上面再加一层花岗岩。哦，这个是花岗岩。哦，这明显不一样。不一样。时间总是在人们不曾留意之处留下了岁月的痕迹，而那高高的粉墙背后，也正在发生着许许多多与时间有关的故事。版画家王亨的生活就如时钟一般周而复始，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。除了青年时代出外求学，王亨70多年的人生岁月大部分都是在西塘度过的。我这个人呢，这个乡土观念很重的，对这个家乡很有感情。外面年轻时候外面去了之后嘛，总想着家乡很美啊，家乡的生活环境很好，这样子。那么我这里搞的白话作品题材呢，大多都是西塘的风景。故乡如诗如画的美景，古镇的粉墙黛瓦、石桥小巷，成为了王亨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。很有意境，西塘烟雨。在王亨的客道下，烟雨细柳丝丝如缕，白雪雾霭层次分明，水乡西塘的曼妙风情跃然于纸上。创作版画之余，王亨的业余爱好就是打理祖传老宅中的这一方小小的庭院，玲珑小巧又不失精致的醉园，成为了西塘难得的清幽之地。如今这一方清静所在同样免不了受到影响，王亨的版画作品与西塘古镇相得益彰，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。春夏秋冬，今夜有光是水。The quiet night, enjoy the moonlight.
以往样带深闺无人知的版画作品，如今已成为了西塘最受欢迎的旅游纪念品。这或许是一辈子只醉心于创作的老人始料未及的吧。鸬鹚捕鱼，传统生活逐渐远去，酒吧茶馆，现代生活入住千年古镇。请继续收看西塘活色活现。七年前走遍中国采访了西塘的鸬鹚老人钱志明，人与鸬鹚之间的亲密互动令人印象深刻，至今难忘。你好。七年过去后，我们想知道钱志明是否还在饲养鸬鹚。那钱志明在吗？钱志明不在。哦，他去哪儿了？他就是看工地去了。看工地去了。他不养鸬鹚了？他不养了，他就不弄了。他怎么不养了呢？他太年纪大了，退休了。退休了。哦，搞不动了。过去在西塘这样的水乡古镇，有很多人饲养鸬鹚。如今随着钱志明那一辈人的老去，饲养鸬鹚的人已经越来越少。我比他们多得多。啊，这是您养的是吗？嗯。现在养鸬鹚的很少了。没有没有几家了，就是我们弟兄两个了，没有人了。没有人了。这个都他们都不熬了，这个东西。你现在还捕鱼吗？不在，每天捕鱼，每天都捕。对，还是在这个河里边。对，早上就捕鱼呢，我这两个捕鱼。现在鱼多吗？现在鱼比以前少。比以前少了。嗯。来喽。七年前，钱志明兄弟俩就在自家门前的河水中捕鱼，鸬鹚老人指挥着自己的鸬鹚。吆喝声伴着鸬鹚矫健的身姿，没一会儿就收获了几条五六斤重的大鱼。如今钱金元与钱阿华兄弟虽然仍在饲养鸬鹚，但捕鱼已经不是主业。每天下午时分，钱家兄弟都会用三轮车将鸬鹚带到景区之中，为古镇上的游客进行表演。准备好的鱼被抛进水中，鸬鹚依然充满野性的争相啄食，只是这精彩的背后也难免令人感叹。就像这鸬鹚表演一样，水乡许多传统的生活方式迟早会不可避免地渐渐远去。生活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更加辛苦的付出，从清晨到夜晚，陆根福一整天都异常忙碌。当时想到会有这么多人，然后啊，这个大家想不到的，想不到这样子多的。那会儿我听说是不是还政府还给你补助？哎，这已经给我补助，现在不补了。现在不补了。现在不补了。现在赚钱了吧？哎，对的对的。你统计过吗？一天能卖多少碗？这个还没有统计过，就年十八万，有几十万也有的，不一定的，几百万，哎哎，对的，哎对的。进入是小馄饨啊。六元钱一碗的小馄饨，生意好到陆根福自己都无法确切统计每天能卖出多少碗。然而，无论生意好到怎样的地步，陆根福一家始终坚持祖传的手艺。这皮儿很薄是吧？啊，对，皮子很薄，全部是手工擀出来的。现在一机器嘛压不到这么薄了，对吧？啊，没那么那个了。你给我一张我看看。啊，
可以啊，来。哦。嗯，哎，这个太小了。哦，真的薄啊！小房子要吧，路是小房子啊，用柴火煮的。西塘的绿油开发，使得老旧的馄饨蛋焕发了新的魔力，改变了陆根福一家人的命运，同时也在深刻影响着这个千年古镇的方方面面。这个呢是一幅描写西塘这个塘东老街的一幅长卷，是嘉善本乡本土的一个画家画的。那么他还原了塘东老街那个每一个店号上面的有招牌的。这个描写的时代呢，大概是在民国的末年的那个时代，解放以前这个年代，所以这些人物的装束啊，那些那个店面呢，还是这个按照老的样子还原的。塘东老街是西塘原本的商业街区，古旧的老宅保持着百年前的风貌，内容却早已被更加符合时代需求的现代商业所替代。酒吧、茶馆、咖啡厅，新来的西塘人用他们的方式装点着古旧的西塘，讲述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。我们是2010年的12月份来这儿旅游，然后呢那天的天气特别好，就是暖洋洋的，古镇上人又不是特别多，就整体感觉跟我们在城市里的氛围是完全两样的。西塘不是一直就是有这样的口号，它就是号称是生活着的千年古镇，它就是很有那种生活的气息，而且它的整个的悠闲的感觉吧，就让我们一下子就爱上这里。入夜后，塘东老街上霓虹闪烁，已变成名副其实的酒吧街，时尚男女穿梭往来，流行音乐响彻夜空，回荡在古老的街巷。河岸两旁，红色的灯笼装点着西塘的古典，飘荡的河灯诉说着美好的愿望。这是一个多样的西塘，时间跨越千年，留下了完整的刻度。当人们开始质疑西塘因为松散的管理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时，却又情不自禁地被他那份真实的气质所吸引。其实历史的脚步已经不由分说地来到了现代，原本就是生活着的，那就让它按照今天的节奏继续生活下去吧。97岁的老人可以上山砍竹笋，104岁的老人还能上街卖菜，这个小镇有何神奇之处？这里的老人又有哪些养生之道？敬请收看《走遍中国百集》系列片《中国古镇》第49集《百寿长寿秘诀》。